索米亚妈的宝贝昨晚又不见了踪影。年过古稀的索米亚阿妈和她的宝贝骆驼在乌拉特戈壁上留下多少歪歪扭扭的足迹，谁也没有在意。我太忽悠个，明天太忽悠个。每当阿妈的宝贝被她的同伴们落在荒野时，对于索米亚阿妈的儿女们来说，担心的不是走失的骆驼，而是年迈的母亲迷失在荒野里。找到宝贝的阿妈高兴了，找到阿妈的女儿也放心了。先天不足的艾托刚出生就成了孤儿，是索梅亚阿妈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一手把他拉扯到今天。宝贝已经三岁了，但他的个头还没有三个月的托高大，这让索梅亚阿妈心里很犯愁。现在阿妈和他的宝贝谁也离不开谁了。这口老井是戈壁牧人定居以后的第一口水井，如今定居多年的牧人又开始往城里搬迁，吃这口井水的人也越来越少了。索米亚阿妈吃惯了清爽的井水，现在除了一家人以外，只有她的宝贝矮驼和他们一起分享了。其实阿妈的宝贝骆驼早已成了这家人不可缺少的成员。乌拉特戈壁是国家为了遏制生态恶化而实行退牧还草政策的实验地区之一。自从禁牧以后，成群成群的牛马羊就像阿妈的童年一样，成为了她的遥远的记忆。骆驼是戈壁牧人唯一的依靠，对于索米亚阿妈来说，她最舍不得的是可怜的宝贝和故乡的时光。受索米亚阿妈影响，周围的牧民也都很留意她的宝贝骆驼，所以一旦她走丢了，也很快就能找到。
赛因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养驼大户，遇上了他家的驼高杰，索梅亚阿妈觉得碰上了大吉大利。驼高杰是专为这一年第一个出生的驼高举办的祝福仪式。牛马羊被禁牧以后，骆驼就成了牧民唯一的靠山，成了他们留恋故乡的最后牵挂。虽然驼高杰的仪式没那么隆重，但却打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小的时候寸步不离索梅亚阿妈的宝贝骆驼，随着年岁的增长，逐渐喜欢和驼群在一起了。尽管经常受欺负被歧视，但他还是不放弃合群的渴望。就像母亲调解孩子之间的别扭一样，索米亚阿妈也经常拿出那时的办法来调解骆驼间的摩擦。意思是救命之河，它从索米亚阿妈家南边静静地流过，是干旱戈壁多种生命的救命之河。哎，那大家个，年轻时候要是没你这么一直就好了，我是一代。三年来，为了让自己的宝贝能吃上骆驼喜欢吃的草，索米亚阿妈拖着有病的腿，不知走了多少路程，谁也没有计算过。骆驼能走到的地方，都出现过阿妈的足迹。被誉为沙漠人参的锁阳和从容，经过人们掠夺性采挖，已经濒临灭绝的边缘。好在阿妈肯下功夫，他的宝贝儿偶尔也能补补身子。这还很大吧呢？如果顺着宝贝的性子，让他天天跟着驼群走，就等于天天使他迷失荒野，随之而来的就是全家人到处寻找，还要用汽车往回拉等一系列麻烦事儿。但是索梅亚阿妈又不忍心他整天被拴着，隔一两天就不由自主地解开他的绳子。驼群在近处吃草的时候，阿妈的宝贝偶尔也能跟着回来。儿女们为了顺着索米亚阿妈的性子，才不得不腾出一些精力来，
为饲养和寻找阿妈的宝贝做些帮忙的事儿。索米亚阿妈年轻的时候，戈壁梭梭林能够隐藏成群的骆驼，现在越来越稀少的梭梭林只能藏住一个小小的骆驼。女儿经常这样帮着寻找阿妈的宝贝。又一个熟悉的人家搬走了，索米亚阿妈觉得自己就像她的宝贝一样，被同伴落在了戈壁荒野。事到如今，她不得不重新考虑儿女们的搬迁计划。近年来，越来越频繁发生的沙尘暴，向人们不断敲响着生态环境极度恶化的警钟。人们不得不重新寻觅生态恶化的种种原因。于是，牲畜被当作破坏生态的罪魁祸首，从戈壁草原上被扫荡了出去。而不明缘由的牧民只好丢弃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园，另谋生路。像这样的天气，骆驼走失了也能分辨方向，而人就不一定了。索米亚阿妈担心她的宝贝，更担心她的女儿。索米亚阿妈最不愿意听别人说她的宝贝又矮又丑，她经常辩解说，别看我的宝贝个儿矮，志可不矮，现在有些人个儿不矮，志矮。儿女们听惯了他的唠叨，总是附和着回答，宝贝聪明，阿妈英明。经过一天一夜的等待，女儿和宝贝总算像往常一样安然无恙地回来了。戈壁牧人善于用各种办法把牲畜调教得老老实实，那样剪毛、取绒、挤奶和骑乘时就不那么费力了。如今牲畜少了，牧人们渐渐疏远了自然，疏远了世代传承的本领，剪一点驼毛也要费九牛二虎之力。超额温度的镇离苏米亚阿妈家往南有100多公里。像大多数搬迁牧户一样，索米亚阿妈的儿女们平时在城里做点小买卖来维持生活。只有到了接羔和收绒毛的季节，才返回牧区住上几天。15.6斤了。除了索米亚阿妈以外，
大多数牧人都成了超格文多尔镇的新居民。尽管今年的绒毛收入不如往年，但丝毫没有影响索米亚阿妈的儿女们到临近的苏木观看骆驼那达慕的心情。不管怎样，因为有了骆驼，乌拉特戈壁上才有了牧人的身影，因为有了牧人，远近闻名的戈壁红驼才得以繁衍。春暖花开的乌拉特戈壁原本是最诱人的季节，如今索米亚阿妈怎么也感受不到往日的活力，她和她的宝贝相依为命，坚守着仅剩的那点时光。为了让索米亚阿妈同意到镇里定居，儿女们动了不少脑筋。他们知道阿妈不愿意离开这里的主要原因就是那峰骆驼，如果找个机会把它处理掉，阿妈的问题自然就能解决了。邻近的牧民差不多都搬走了，女儿开始劝说阿妈把宝贝卖掉，阿妈坚决不答应，她只说了一句话：只要我活着，就别让她离开我。经过儿女们的多次劝说，索米亚阿妈勉强同意到镇里居住，但条件是把她的宝贝也带过去。带着宝贝进城的条件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儿女们只好顺从阿妈的意愿。经常被拉来拉去习惯了的宝贝，今天好像有了什么预感，迟迟不愿意上车。
从来没有远离过阿乌勒克河的索梅亚阿玛第一次告别驼群，告别家园，踏上了未知的路途。年迈的阿妈和体弱的骆驼，在路况车况都不怎么样的搬迁颠簸中，熬过了四个小时后，终于来到了200里外的超格旺德尔镇。阿妈的宝贝像被关了禁闭一样，在四面围墙的院子里度过了7天7夜。她不怎么吃喝，还因为上火满嘴生疮。不知什么原因，索梅亚阿妈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恍惚和不宁中度过了来到镇上的头几天。对于习惯了牧区生活的索梅亚阿妈来说，这小小的城镇就像一个四面不透气的特大笼子，她觉得自己也和她的宝贝一样被关了禁闭。折腾了好几天，宝贝的毛病还是没有治好。索梅亚阿妈自言自语道：“这样圈下去的话，饿不死也得憋死，还是放出去透透气吧。”索米亚阿妈和她的宝贝骆驼的突然出现，在戈壁小城掀起了一个不小的风波。
他们是戈壁小城新来的移民，人们在大街小巷纷纷议论这一戈壁小城奇特的风景。有的人说，新来了个老太太，身边还带着一个宠物骆驼。哎，那是南塔移民吗？舅舅，你有多久离开移民本地吗？把他讨论吧，你给我说，谢，我到我后面。天天面对灰色砖瓦墙的艾托，一看到绿色就食欲大增。你知道不知道黑旗我们现在插曲不用去伐木？哎呀，忙个那些多。你再不用去出来伐木了，再要是出来我们就按规定处分啊。哦。城里的那些规矩，索米亚阿妈和她的宝贝还得慢慢适应。二，这样。也得是，好行，常会说说。哎，明年我再忽悠个，明年我再忽悠个。听说这小城的周围就没有人管，索米亚阿妈决定让她的宝贝到野外吃草。我拿到马来镇头跟去个的查个案子嘛，二五个头那个。啊，对，因为要买哈个那个的，因为要不然哈个那个的，马多菜一些。一阵。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遇上了熟人，索米亚阿妈感到格外的高兴。从四面围墙的牢笼来到充满自由气息的绿草地，索米亚阿妈的宝贝一下子变得精神抖擞了。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和他先天不足的宝贝骆驼，在城市的边缘相依为命地生活着。